王宗岳《太极拳论》：太极者，无极而生，动静之机，阴阳之母也。动之则分，静之则合。无过不及，随取就身。人当我柔位之走，我顺人卑位之瞻。动急则急应，动缓则缓随。虽变化万端，而彼为一贯。由招熟而见物懂尽，由懂尽而皆及神明。然非用力之久，不能豁然贯通焉。虚灵顶尽，气沉丹田。不偏不倚，忽隐忽现。左重则左虚，右重则右摇。仰之则弥高，俯之则弥深，进之则愈长，退之则愈促。一羽不能加，蝇虫不能落，人不知我，我独知人。英雄所向无敌，盖皆由此而及也。司祭旁门甚多，虽是有区别，盖不外乎壮欺弱，慢让快耳。有力打无力，手慢让手快，皆是先天自然之能，非观学历而有为也。察思量博千金之句，显非力胜。观耄耋能御众之行，快何能为？例如平准，活似车轮。偏沉则随，双重则滞。每见数年纯功，不能运化者，率皆自为人质，双重之病未悟耳。欲避此病，须知阴阳。沾即是走，走即是沾。阴不离阳，阳不离阴。阴阳相济，方为懂尽。懂尽后，愈练愈精，莫使揣摩，渐至从心所欲。本是舍己从人，多务舍近求远。所谓察之毫厘，谬之千里，学者不可不详辨言。是为论。好合，好为真，真藏本。原文：山右王宗岳《太极拳论》。欢迎订阅和点赞我的频道，你的支持是我们做好视频最大的动力。